我也喜欢诗歌，要不然你带我一块去吧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们现在走吧。好，一会儿的话就把同学们介绍给你认识。好，好，好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哎呦，挺快的呀。八、九，是的。 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，朋友，坚定地相信未来吧，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，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，相信未来，热爱生命。我是校长，因为现在没认识。接下来还有哪位同学想为我们朗诵一首啊？ 王小梅同学，大家鼓掌。我为大家朗诵一首《一切》。一切都是命运，一切都是烟云，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，一切一切稍纵即逝的追寻，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。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，一切语言都是重复，一切交往都是重逢，一切爱情都在心里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，一切希望都带着注视，一切敬仰都带着呻吟，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，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王小梅同学分享的非常的好。 坐下吧。还有谁想为我们再朗诵一首？同学，对你，同学，过来。啊，对你。掌声不够热烈。开始吧。床前明月。不对，同学，我们要的是那个。 现代诗不是古代诗，现代爱情诗行不行？爱情诗，好啊！啊，出卖我的爱，逼着我离开，最后知道真相的我。 眼泪流下来，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，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。